乐梅，她没事儿，她没事儿。陪着她再歇会儿吧。谢谢你。不，是我该谢谢你。这些天，你衣不解带，寸步不离地帮着我照顾乐梅。我给你配件衣服，实在是不足挂齿啊。不。 绝非不足挂齿。你这小小的举动，对我却意义重大。从全面排斥到细心天衣，如果让乐梅看见了，她会以为她掉进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。是啊，我也觉得，是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等着迎接她。只要是她能醒来。 我愿意给他一切最美好的。别泄气，咱们要有信心。 乐梅，乐梅啊！你看他是不是要呕吐啊？应该不会呀，他这两天都没有这种症状。咱们还是把他扶起来吧。 其实。
他又在抑郁了，是不是？流通就好了。万里不是说他的这些症状减轻或者消失了，才是好的现象吗？ 醒了，我是说，他真的醒了，这不是意淫，他刚才看着我，叫我的名字，现在又听到你的声音，才叫娘的，而且他眼珠子在转，在找人，他要看着你啊，乐梅，乐梅，娘在这儿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，你回答我呀，你答应我呀，乐梅。 做梦！不不不，不是做梦。你看清楚，我是启轩呐，我跟你娘一起在照顾你，一直在盼望你能清醒过来，盼望了好多天了。乐梅，请你醒过来，请你多说一两句话，多做一两个反应。 让我们确定你是清醒的，好不好？孩子，这是真的。娘和启轩可以同时一块出现在你的面前，没有张牙舞爪，也没有愤怒争吵，娘再也不逼你从中择一了。你可以同时拥有我们两个人的爱。 你听见了没有，乐梅？所有的痛苦和烦恼通通都过去了，我们只求你健健康康的好起来，你可一定要好起来呀，娘，齐勋。 常犯头晕头疼什么的，几乎都没有了。因为受着启轩的重托，万里这回啊，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了。他除了不断的带滋补和安脑的药来，还教乐梅打太极拳，乐梅的四肢活动力恢复得很快，精神也好多了。好了好了，这可是亲家母亲口说的话，我去告诉咱们的儿子啊，他总算可以安心了。 不然啊，他每天都有千百个问题追着万里问，弄得万里啊就快招架不住了呢。行，这一回啊，真是多亏了万里妙手回春呐啊！是啊，这回小佩啊。 都不叫他杨大夫，只管喊他活菩萨来喽。是啊，除了要感谢万里，还要感谢老夫人的金口。
摒除恩怨，拔除恶念，的确是让灾难远离了。看看咱们，能够有今天的把盏言欢结为亲家，这种感觉，就好像是在人世间重活了一遍。咱们啊，应该好好的珍惜，让他重新来过的一世，不再有遗憾，好不好？映雪啊，我们夫妻俩还要再提一件事，希望你也能够点头。什么事儿啊？同乐梅一块进咱们柯家吧。同乐梅一块进咱们柯家吧。既然已经前嫌尽释，打开了心结，那为什么不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家人？映雪，我用一个理由来说服你好了，你舍得跟乐梅分开吗？看来你们已经把他说服了，怎么样，答应了吧？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呢？哟，一下子就少了乐梅跟映雪。哎，往后啊，我怕是三天两头的就要往你们雾山村跑喽。哎呦，那当然，欢迎欢迎啊，常来走动走动。咱们哥俩可以多喝两盅啊。小姐，吃药吧，我吹过了，已经不烫了。好。今天柯家来下聘，你没去瞧热闹啊？没呀，我在厨房给您煎药，一步也不敢走开。哦，那回房来的时候也没绕到前院去瞧瞧？没呀。那你也没打听子经过，没听见柯伯父柯伯母说些什么？没有啊。你再不喝，待会儿全凉了，那就苦得不得了了。用不着喝，已经苦得不得了了。你不能不喝啊，我不撒交代的。这副药你还得吃上四个月，一天都不能断。而你再过三个月就要出嫁了，我再怎么伺候你也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，我求求你，就算为了我天天按时吃药吧。那等到你出嫁的那一天，虽然我就要永远同你分开了，可只要你健健康康的，我还是会为你高兴的。你不要哭嘛，谁说只剩三个月的日子，谁说咱们要永远分开了？我带你一块儿过门，你始终跟着我，直到你嫁人为止，好不好？你哄我的，人家怎么会要我？我是傻丫头，老闯祸，人家才不会要我呢。那边有个紫烟姑娘，好聪明，好聪明，说不定她煎出来的药都是甜的，人家肯定派她伺候你，没有我的份儿。有的，有的，当然有你的份儿了。我谁都不要，我就要我的小佩。我的小佩啊，煎出来的药再苦我也喝。喏，是不是？真对不起，我只管自个儿沉浸在幸福里头，
倒把你给忽略了。你自然在伤心要与我分开，而且伤心好一阵子了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么现在我给你保证，回头我就悄悄去求我娘，请她向姑爹姑妈提这事儿。咱们两个啊，情同姐妹，这谁都知道的，所以他们一定会答应的。你放心。真的吗？嗯。至于柯家那边，你就更不用担心了。总而言之，咱们两个绝对不会分开的，你相信我吧。嗯，我信我信，我知道你是从来不骗我的。哦，不过咱们先说好哦，我是不要嫁人的，只要一辈子跟在您身边伺候您，那我就最开心不过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好，好。啊，好棒哦！少爷。你去忙你的去吧。哦，奶奶。齐云。哎。喜帖都发出去了。都发出去了，这是最后一批，今儿个都送了。好。新房呢，弄得怎么样了？打扫的是一尘不染。新的家具正一样样的搬进去呢，再过几天就完全布置妥当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哦，对了，这花轿了，锣鼓吹打了，还有筵席跟戏班子，这该请的请，该租的租，都要趁早安排啊。有的，有的，我都叫下人去准备了。奶奶，您尽管放心吧。是啊，是啊，咱们院子的西栏边的空地上，戏台都快搭好了。爹爹还请了砌匠、木匠来帮我们粉刷墙壁、裱糊窗子，到时候整个家都焕然一新的。好，好，好。奶奶，我还和爹啊商量来着。哦。把这边窗户跟那边窗户都撤了，把前面的天井跟后面的天井连在一起。您瞧，这不就变成了有七八丈深的大客厅了？嗯。到时候四面挂满了金字大红帐子。里头烧着三尺高的红烛，包管事金碧辉煌，气势非凡呢。大哥大嫂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你们这么费心的张罗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们的忙。嘿，你还是自个儿帮你自个儿吧。新娘子这会儿是跑不掉，你能不能别再害相思病了？利用这剩下的三个月的日子，好吃好睡，弄得神清气爽，安安心心的等着做你新郎官吧。喝口茶润润嗓子再说。哎呦，你这个丫头真是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啊，再说一件事儿吧。哎，这有一把钥匙，是管南边那间屋子的。这件事儿就交给你去弄了。您尽管吩咐就是了。好，你带几个丫头啊，到那间屋子里面去找一找。我记得呀，是存放了许多好东西，像是成套的银器了，上好的象牙筷子，还有何锦用的金杯，景泰蓝的茶具，镶了珠宝的屏风，哦，还有好几大箱的生丝绸缎，那可是进贡用的。总之啊，你去瞧一瞧，用你这机灵的小脑袋瓜子清点清点，看咱们能用些个什么。是。奶奶，您把全部家当都搬出来了。好小子，你成个亲倒比我还吃香还风光啊。哎，慢点慢点，咱们这第一杯酒为什么而干呢？谢幕。我真是啊，羡煞你们两个人了，一个借同住之便，一个借行医之便，你们俩都可以看见乐梅，就我不行啊。想想看，还得再熬上三个月呢。我应当啊，先把她娶回家，然后亲自照顾她，
替他疗伤，不就免了这份相思之苦了吗？哎，你这人真不够意思，你有一辈子的时间慢慢看，而我们呢，再怎么看也不过就这三个月的时间了，你自己说是谁羡慕谁啊？哎，对不起啊，这杯酒我不喝，本人是不羡鸳鸯只羡仙呐，我不过是陪着你在身边打转而已，结果爱情带来的痛苦麻烦眼泪和疯狂我是全体感同身受啊，哎，就像大病了一场一样，我就搞不懂这番折腾有什么值得羡慕啊。婉离，爱情要是没有痛苦你怎么能领略甜蜜的滋味呢？爱情要是没有眼泪，欢乐的笑声又是从哪里飞来的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人世间要是没有爱情啊，那就像一片荒原，一片沙漠，为爱情而哭而笑，或疯狂混乱，才是有味的，才是真实的。不然呢，就不算真正活过。我赞成。来来来，让咱们为了爱情啊，干一杯！来，让我替你在你的话里面加个小小的注解，怎么样？我想，并不是每段轰轰烈烈的爱情里面，都有一位医术高超的大夫。幸而有之，才能真正活过。假如不幸没有的话，恐怕就活不过了。怎么了？我好像看见一种不大是滋味的表情喽。对，你说对了，我的确很不是滋味。谁说的爱情都是苦而后甜，苦而后笑的？那是因为你们有了圆满的结果，可是有的人就是得不到。哎，比如他，比如我吧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再说一遍。说就说，啊，难不成就许你们承认喜欢乐梅，我就不能承认呢？你也喜欢乐梅？喜欢乐梅？你需要这么惊讶？哎，这古有名训呢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自认为是个君子，你们俩有意见吗？哼，真想不到啊，铁汉居然也会动情，这简直是啊，铁树会开花。这是几时发生的事儿？是不是因为你教他打太极拳的缘故，两人有说有笑，有谈有聊的，就拉近了距离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我不该等，我应该马上把他娶回家的。气死了！你气什么？我本来自由自在，心无杂念，快活似神仙的一个人啊，为了帮你救你，才陪你跳进这个漩涡里面，转得我头昏脑胀的。现在可好，你得了家人了，我都快成病人了。也许兄弟我这辈子啊，也只动这么一次心了，却眼看是毫无结果了。你这个罪魁祸首，哎，最起码的也应该安慰安慰我吧，以示你的风度。不行，你太危险了，我要是再对你有风度的话，那是加倍的危险。对不起啊，我先小人后君子，打从明儿起你就别去韩家了，要送什么药你拿来我家，我叫人送去。哎呀，那谁叫乐梅打拳呢？
打拳可是对他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。哎，你带，你不是也跟着学了吗？以后啊，就由你带着乐美打拳。他危险我安全，他带你就那么紧张，我带你就那么放心啊？嗯，你这分明是瞧不起我嘛。我，好了好了，我再危险呢，也威胁不了你。乐梅对你的一片心呐，让宏达干瞪眼，我也只好宣布，这辈子弃权，等下辈子吧。哎哎哎，老兄，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先来后到，就算是等下辈子，你也得排在我后边，懂吗？错了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永永远远，乐梅都是我的，任何人都没有份儿。我说这话，天地为证，日月为鉴。我生生世世都要追寻他，我生生世世都要跟他做夫妻，跟他白头到老。你也太贪心了吧，太自信了吧，这简直是有点霸道了啊！根本啊，就是那个专制。哎，没辙了，投降了，投降了。别投降了，来，为永远干一杯！羡慕你，嫉妒，嫉妒啊，嫉妒啊！来吧，干！几双鞋，然后花了半天的功夫，把曹大婶家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他就给了我一条咸肉、一袋米、一包萝卜干、五个鸡蛋，还有一捆柴呢。娘，口渴了是不是？我给你倒杯水去啊。落月轩里的那口井啊，他们不让我跳下去。如果跳下去了，就不用受折磨了，是不是？我常在想，人死了以后，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鬼魂。假如有的话，我就要飘啊飘，荡啊荡的，回寒松园去，把穿过了微雨轩。是迎风馆、望星楼、卧云斋、梦仙居，到了落月轩，这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，统统藏在这座大宅院里。闻到了没有啊？什么？熏香啊！老夫人偏爱檀香，一大清早的，我便给她烧上一炉，然后泡上一盅龙井，在妆台前，我在她的头发上抹着桂花油，然后轻轻梳着，梳着。他总要称赞我的这双手多么轻多么巧，他在镜子里对着我笑得好慈祥，整个屋子里充满了熏香、茶香、
桂花油的香味儿，让人觉得好舒服，好安宁。娘，我们进屋歇着吧。告诉我，怎么才能回到那个时候去？那个时候的我是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，人人都喜欢，整天无忧无虑。我真怀念那个时候。听着，你是讨人喜欢的纺布丫头，你不肮脏，不窝火，也不下贱，你没有失去什么，你仍然是天真无邪的纺布丫头。先搁下，过来，过来呀！漂亮吧？它叫兰柱玉，是翡翠的变种。这么大颗，色泽又纯，是相当稀罕名贵的哦。来。它是你的了。哦，什么？我说，这是我送给你的。哦，不不，这不可以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敢要。傻丫头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你跟我清理那间仓库，我压根儿就忘了还有这么一个兰柱玉。我自从上了年纪之后，就很少戴这些个首饰了。多半压箱底儿的净收着，可惜了。今儿个我把它送给你，一半呢是奖赏的意思，因为你是这么一个得力的帮手，对我，对整个柯家而言，你是不可或缺的了。至于另一半呢，那就完全是感情的因素了。你是知道的，我没有生个女儿，虽然有了儿媳妇儿、孙媳妇儿，可到底是隔了层肚皮。偏偏他们又挺争气，净跟我添孙子、增孙的，就是没个女娃儿。不过人是要知足的，
今天我儿子的一段恩怨已经化解，启轩眼看就要成家了，还有我身边多了一个你，就像我希望中的女娃一般的贴心，一般的孝顺，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好了，我都说了这么多了，你要再不给我收下，可就太伤我的心了。老夫人，我……好了，别跟我别别扭扭的，你就当作是一个做娘的，把她最喜爱的东西转交给她的女儿，你心里这么想，你就自在多了嘛，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凉了。哎呀，不要紧啊，不要麻烦了。好，你真的不能吃了，我去给你换一碗。你不知道，你已经说了很长时间的话了，他真的已经凉了。哎呀，你抓疼我的呀！对不起，请你别吃了。那就把它收了吧。是。人我下不了手，对你们的家当
你们的那间宝库，我总可以下手了吧？发现的早。
全完了。要下来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站住！二少爷，站起来！启轩，对呀，启轩，怎么，他不是和爹爹启云在一块的吗？没有啊，那才会碰到他们。他们说启轩应该跟你们在一起啊。什么？可是他们没有人见过他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难道他还在那里面？启轩呢？伯母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伯母，你不能去啊！启轩他还在里面啊！他如果出来，他会来找我们的。启轩，我不来。启轩，让我去，我进去。子燕，你一个女孩子去干什么？送命吗？我去。不要动！我去想办法救人，听见没有？让每个夜都那么真。